刚才脸拍在那个沙上了，我现在这里麻麻的，就是有点痛，然后脖子有点折到了。啊，干嘛意思？哪个？你还知道你的朋友的车吗？这个？不是，这是外，不是加州的车呀。今天的浪非常好啊，就是慢慢推过来，比上周好多了。都挺好，有一条整条这样推过来。啊，小，你看他们俩，那个玩 boogie ball 也是玩得非常开心，医生更兴奋，比上周还兴奋。他堆的这个东西被冲掉了。哦，打翻了。这个浪小小的，板小的话还危险性要低一点，如果板大的话，这个板很容易把你给翻起来，板在桥到那个身上啊。我开始出海了，抓这个有点晚，但小板确实是你就算浪在你后面都还来得及，不像大板，大板的话浪在你后面基本上把你给板给打翻掉。这个还行。哎，你看，呵呵，感觉很爽，虽然是在岸上了。这个在板后了，然后那个浪现在开始就变得没有那么好了。那个浪看，就是没有那么完整，一开始那样的，就是是破碎的，就是说你这一个浪后面又一个小浪，这种不平整，偶尔有点远处刚才。你看他们都会抓这个不地方的浪都抓到了。再来一个，这个是哎，你看这板还是很难保持平衡。来到沙滩上去，抓到了，两个都抓到了。这个时候开始浪非常不好了。这个 beach 的特点就是你要越早越好，早上的浪就像刚才那样甚至更好，然后接着越来越晚啊，两点三点四点就基本上就破碎的这个浪就不好冲。哇，刚才脸拍在那个沙上了，我现在这里麻麻的，就是有点痛，然后脖子有点折到了，整个脸拍到这个沙上，然后就这样折了一下，这个浪从上面把身体翻过去，就好像这个是脸的话趴到这里，然后整个身体这样再打过来。哎呀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，脸麻麻的，脖子刚才不太敢动，不知道会怎样，希望没问题，也没有出血，还好。这太浅了，那个地方太浅，然后浪靠近那个沙的时候，那个浪其实挺大力量，幸亏这个沙不是很粗的那种沙，如果是那种石头那种沙滩或者是石块的话，那就完蛋了，所以这种情况也要特别小心。这海还是
红红麻麻的感觉。来这块，徐峥，徐峥来冲浪了啊！这个家伙2年前来冲过，到现在也就现在2年前冲过一两几回，然后去年冲了一次，到现在2-3次没有冲这个长板了。现在突然换回这个长板，你知道什么感觉吗？我感觉这个长板就像一个航母一样，稳如泰山啊，就是随便怎么你都很稳，怎么压左右压同样的力量都可以，它都不会失衡也不会倒，然后那上去也容易。虽然尽管这个浪已经破破烂烂了，就是还是上去还是挺好上的，也稳，不会不容易打掉打翻。